大家好，这个视频为大家分享的是丛林通宝镇国类版别知识。第一版，镇国宅宝，它的直径为 34.4 毫米，重10克。这一版前纹穿口都比较规整，圆锅比例匀称，前纹正直，宝质字体较窄，这一版比较多见。第二版，镇国福宝，它直径为35毫米，重10克。它的特征是宝质重型向左倾斜，前纹饰质规整，字体较大，比较多见。第三版，镇国宽冠铃，它的直径为36毫米，重 12.2 克。它的特征是铃质上部较宽大，这一版为大雁钱，直径较大，前纹笔画干净有力，字体深峻，较为少见。第四版，镇国三角铜，它的直径为 34.5 毫米，重10克。它的特征是铜质涌的上部呈三角状，这一版前纹饰质规整，外缘较宽，较为多见。第五版，镇国阔虫，它的直径为35毫米，重 11.5 克。它的特征是虫质字形稍大，前纹书法有行书的味道。这一版前纹笔画较细，铸工精整，较为少见。这个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个视频继续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。